让你先洗，不听。谁知道你洗澡这么慢，把热水都用光了，我是用冷水洗的。行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暖场。怎么，脸上也开始冷了？你这样，我怎么放进去啊？你要干嘛？帮你暖床啊？怎么还害羞上了？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明天啊，我们去装修工作室。今天别太晚睡了。晚安。